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诗说》。上一讲我们讲到了，说吴用这个聪明人呢，他像所有的聪明人一样，在这个团队的人际关系中面临着很重大的一个挑战，就是如何把握好角色，如何获得别人的认可，而且不引起别人的担忧和怀疑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想给大家举两个聪明人的观点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吴用是怎么做的。第一个聪明人的观点呢，我们举的这个人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名医，他叫扁鹊。其实啊，扁鹊他的真名叫秦越人，扁鹊是皇帝时代上古的名医。扁鹊一个很著名的故事，是见魏文王。文王把扁鹊请来了，说：“哎呀，扁大夫，您真是名声鹊起呀，太厉害了。”扁鹊说：“我水平可不行，我水平不行。”文王说：“你水平不行，那你能排到什么程度呢？”扁鹊一乐，扁鹊说：“一般一般，全国第三。”我第三。文王说：“你第三。”那第一和第二是谁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扁鹊说：“我大哥第一，我二哥第二，我只能第三。”文王说：“我怎么就没听他们俩名声？我只听说你名满天下。”扁鹊说：“文王啊，我告诉你，为什么？”扁鹊说：“我大哥治病，他会怎么办？他会忘气。他能治病于无形，看你身体好不好，我就知道。看你气我就知道。所以一个人将将要得病的时候，他都不用给你治，给你开点食疗的方子，给你开点食补的方子，给你捏一捏，捶一捶，好了。但所有的人都觉得，我大哥呀，就是一装神弄鬼的，或者说就是一厨子。”他不是名医。扁鹊说：“我二哥，我二哥医术比我大哥差一点，他不能看无形，但是呢，他能看刚刚初始萌发的状态。一个人要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刚刚有一点迹象，我二哥就能看出来。所以给他开点小方子，整点小偏方，弄点小药，把这人命就救了。但是，所有被我二哥救命的人，都认为我二哥有是治小毛病的乡村野医，所以我二哥的名气，就是在那村里边的名气。”扁鹊说：“我一到低，不如我大哥，也不如我二哥，我只能等那个人呐，被这病折腾的七荤八素，折腾的都快死的时候，我才能看到这人是什么病，而且我给他下药还得下猛药，我得琢磨这量，斟酌这方，最后把这人折腾半天，把他给救了。但是所有被我救的人，活过来之后扑通就跪下，抱着我的腿就叫恩人。于是我就名满天下。”哎呀，这文王很感叹，说：“听完你这个话，我悟到了做人的道理。这里边就有一个才华和认可的问题。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，不一定得到天下人认可，因为他看得太远，动手太早，方法太简单。而那时候，天下人的问题还没有到糜烂的程度，这个矛盾不突出，于是没人会相信他的能力。”所以扁鹊跟这文王就讲，真正的大医是没名的，名医是不是特别厉害的？这里面就谈到了一个矛盾，一个聪明人，你要想让别人了解你的才华，做事情就一定要把握火候。如果火候不到位，这度把握不好，不光你的才华没人认可，你的行为还可能被别人称为怪诞、怪异。
由此可见，聪明人需要把握做事的度，才能解决才华得不到认可的问题。那么，水泊梁山的智多星吴用，在做事过程中是如何掌握火候，从而得到领导和团队认可的呢？吴用他就面临这挑战。大家都知道，吴用是晁盖的人，跟着晁盖上山。后来梁山交班了，吴用变成了宋江的人。怎么样让宋江认可自己的能力？怎么让宋江团队人人都认可自己的这个水平？吴用面临这挑战呢。吴用做一件事情，做得很独特，但是做得很到位。《水浒传》第46回，这一回叫“扑天雕两修生死书”，宋公明一打祝家庄。说这宋江要打祝家庄，宋江第一次大规模野战，其实吴用没跟着去，宋江自己去的。结果由于对敌人了解不充分，准备不到位，出战失利。当天晚上，这宋江坐在大帐里，他郁闷呢。领导第一票生意就没干成，刚当指挥官，战斗就失利了。他难受。正在难受的时候，下边喽啰来报，说吴军师带着吕方、郭盛从梁山来了。这宋江说：“赶紧请，请进来。”吴用就问他说：“哥哥，战斗进行的怎么样？”宋江说：“失败了，还伤了六个兄弟，你说怎么办？”而且宋江当时这句话说什么？宋江说：“仗打成这样，我没有脸面回梁山去见晁盖哥哥。战斗失败是一个，领导丢人是第二个。”我没有脸呐。哎，吴用乐了。通过这一乐，你就知道吴用早有准备，吴用就知道他要打败仗。吴用乐了，说：“哥哥你别担心，祝家庄的形势我早分析过，祝家庄这场仗我早有准备，我的主意是现成的，咱们一定能把它拿下，而且旦夕可破，就一天之内就把它拿下。”宋江听罢十分的惊喜，作者用了一个字惊啊，这一惊说明宋江之前对吴用没有那么高的认可。宋江很惊喜啊，说：“吴学究你有什么办法？”哎，吴用不慌不忙给宋江讲了破祝家庄的流程。在这一回，作者用了两句话形容宋江的心理状态，这两句话叫什么呢？叫做空中伸出拿云手来救天罗地网人。这个天罗地网人指的是谁？就是宋江。空中那拿云手就是吴用。说吴用出现的特别合适，就是因为吴用恰如其分的出现，才让宋江对吴用刮目相看，才让整个宋江团队对这个吴用的能力非常的认可。所以各位想一想，假如啊，这个吴用他要是在一打祝家庄之前他就去了，他把这一套主意拿出来，他给宋江安排完这工作，祝家庄顺利的拿下来，这个宋江会不会对吴用有那么大的认可呢？宋江的团队会不会对吴用有那么大认可呢？而以后梁山的发展当中，吴用能不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呢？这个事儿都得两说着。所以我们说，吴用是一个特别会把握尺度的人。这智者还有第二个挑战。这智者的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？我们把它称为
智者吓人，聪明人是让别人害怕的。哎，你太聪明了，大家心里没底。在这里边，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中国古代另一个聪明人的故事。这个人是明代的智囊刘基刘伯温。这刘伯温写了一本书叫《玉离子》，这个《玉离子》当中呢，谈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方法。其中有一节，这个案例很有意思，他讲了一个寓言。他说啊，有一个猎人到山里边去抓孔雀。抓孔雀为什么呢？孔雀那翎毛可以卖钱，所以到山里抓孔雀。进山走了很远，都没找到孔雀。这猎人急了，躲到一个角落里等着。等来等去，等去等来，终于看到远处来了一只大鸟。这鸟看正脸孔雀，但离近了仔细一看，它又不像。为什么呢？它没有尾巴。这个鸟尾巴是秃的。这猎人惊讶了，从那个暗处跳出来，把这鸟一把摁住，说：“你说，你是不是孔雀？”这鸟说：“你只要不杀我，我就告诉你。”这鸟说：“鸟说完之后，猎人说：‘好，你只要跟我说真话，我就不杀你。’”这鸟说：“哎，大哥，我是孔雀。”猎人说：“你是孔雀，你的尾巴哪儿去了？你怎么看着像一只大火鸡呀？”这孔雀说：“大哥，我告诉你，我尾巴哪儿去了。”说着话一回头，那尾巴上面刚有一个小翎毛钻出一个尖来。这孔雀回头噗叨住了，一咬牙嘎噔拽下来，喷吐地下了，毛上还带着血筋呢，疼得直哆嗦。他跟那个猎人说：“说大哥，我的尾巴都被我自己叨掉了。”看到这儿，我们不禁要问：通常情况下，孔雀是靠漂亮的尾巴来彰显美丽的，而寓言中的这只孔雀为何一反常态，忍痛叨掉尾巴上的漂亮羽毛呢？我跟你讲，我叨尾巴三个原因。第一，我有尾巴。你说孔雀最漂亮是尾巴，人人想得到它的尾巴，我就没命了。所以我没尾巴了，就没人来拿我的尾巴，这样呢，我就能活下来。第二，尾巴太长害事，我得展示，我得修理，它耽误时间，浪费成本。第三，尾巴太长了，招别人嫉妒。同伴来叨，领导来叨，对吧？邻居来叨，自家人看着都不顺眼。所以呢，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了，看着尾巴漂亮啊，那尾巴是烦恼，烦恼根源就在于有尾巴，所以我就把它都叨下去。最后你看，我虽然是一个秃尾巴孔雀，可是山里边的孔雀已经死了三茬了，只有我还健在，这叫断尾。刘伯温这故事讲到这儿就停住了。中国文化叫点到为止，他讲了，但是他不讲透。其实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聪明人要懂得收敛，要懂得不卖弄自己的聪明。您把您那大尾巴收起来，甚至把大尾巴薅掉，明明可以露脸，我不露；明明可以闪光，我不闪。这叫收放自如。聪明人懂得收敛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。大家看三国，杨修是不是个聪明人？是。怎么死的？他卖弄自己的聪明，不懂得收敛，最后死了。所以一个聪明人如果不会收敛，那肯定会出大问题。回过头我们看吴用，哎呀，吴用了不得，吴用就特别懂得收敛。这件事情集中的表现在
晁盖死后，宋江和卢俊义争一把手这件事上，按着晁盖遗嘱，一把手一定是卢俊义，但是按着梁山的人心，还有宋江的这个领导的权力，那一把手一定是宋江。吴用作为梁山主要的这个行政管理领导人，他夹在这两个人中间，他要表态。其实吴用啊，他是愿意让宋江当一把手的，但是让宋江当一把手有三大隐患。第一个隐患，得罪了卢俊义的人和晁盖的人，你不执行领导遗嘱啊。第二个隐患，在群众面前树立了大权独揽的这种形象，以后对自己的发展不利。第三个隐患是最要命的隐患，这个隐患是什么？作为一个下属，你居然能决定谁能当一把手，那等那新领导上台了，谁最先死？你最先死。这叫什么？卑不谋尊，疏不兼亲。地位低的人不能谋划地位高的人，关系远的人不能决定关系亲的人。真正让吴用烦恼的就是这一点，最烦恼的就是这一点。自己想推宋江，但是又不能推，因为你是下属。你要把领导推上去，就等于说梁山是你说了算，那以后就得出大问题。但是又不能不推。吴用用的什么方法？吴用用的暗地里推。首先，英雄排位的时候，选一把手互相谦让。吴用第一个站出来，说：“哥哥，你甭谦让。”说：“要不然呢，咱们找一个别的方法。咱们看一看到底谁合适当。”吴用是梁山里第一个在公开场合提出宋江可以当一把手的人，但是吴用没有直接说。吴用说：“宋哥哥，你想一想，有没有别的办法测试一下，看谁更适合。”一句话提醒宋江了。宋江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俩分兵，跟卢俊义分兵，一个人去打东平府，一个人去打东厂府，咱们谁先胜利，谁就当一把手。”好汉也同意，卢俊义也同意。分兵派将，谁来派？吴用。你猜吴用怎么派的？这里边就有吴用的一个心机。吴用分兵派将的时候，把自己安排成了卢俊义的参谋长，展示出公正公平啊！我不跟着宋哥哥，我跟着卢俊义。但实际上，真正卢俊义去打仗的时候，吴用没去，吴用跟的是宋江。这叫暗地帮助宋江，我不是你的参谋长，我悄悄地帮你。而且在卢俊义那边呢，他站住了参谋长的位置，不让别人来帮卢俊义。最后，宋江在吴用的帮助下，顺利的拿下了那座城市，还收了董平。由于有约在先呢，所以宋江最后当一把手了。赵玉平博士认为，正是因为吴用懂得收敛，才能在帮助宋江成为一把手的同时解除隐患，为自己的发展铺平道路。那么，吴用的这种处事原则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？在这事件当中，吴用做两件事：第一，用一个新的一把手契约代替晁盖遗嘱，这叫做偷换领导的遗嘱；第二，挂着卢俊义参谋长的名义去为宋江做工作，这叫偷偷帮助接班人。这事情成功以后，连宋江自己
他都没觉到自己走上一把手岗位是无用推动的。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策略，我们管这叫什么呢？叫做只出主意不伸手，要伸手就偷偷伸手，伸完手成绩都是大家的。吴庸就做这个，所以整个你看，如果说当一把手梁山团队中宋江最高明，我告诉大家，当二把手梁山团队中吴用最高明。你看，吴用不管赏罚，二把手不管赏罚，赏罚全是你宋江管。第二，吴用不管干部安排，干部安排都交给宋江。第三，有机会就关心领导，关心领导身体，有场合就宣传领导。第四，万一自己要做领导做不了的事情了，也偷偷的做。凡是能领导能做的事情，都公开做。梁山这智者吴用啊，他真的是会把握两个字，一个叫做度，一个叫做谦。度字和谦字是一个聪明人真正成就事业的关键所在。如果做事情不掌握尺度，做人不会谦虚内敛，逢场合就表现，逢事就招摇，最后聪明会把自己给害死，会把事业给败掉。历史证明了这一点。我们还想给大家总结一句话，叫做大德始于自智，大智莫若之人。最高尚的道德都是从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开始的，最高明的智慧都是从了解别人了解他人开始的，有了这种知人和自智，一个人的大德和大智也就有了基础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有了这个基础，能不能就把团队管好？有人说了，你看团队的团和队，团字是一块，一个才华的才，队是一个耳刀，一个人。说团队是什么？一个有口才的人在前面说，一群人在后边扶耳听，这叫团队。当领导你得有口才。咱们中国人讲什么呢？好马出在腿上，好人出在嘴上。你再有才华，你不会说也不行。所以我们又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。一个有才华有班底的人，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应该使用怎样的沟通技巧，特别是在人际矛盾和人际冲突当中，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沟通问题，这些沟通策略应该怎么用。那么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？请大家收看下集，谢谢各位。可以说，在获得认可的同时，不引起别人的担忧，是聪明人在团队中面临的挑战；而善于把握度和懂得收敛，是智者成功的关键。另外，如何使用沟通策略和技巧，应对日常管理中的冲突和矛盾呢？敬请关注下集。说服的技巧。